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之慢速阅读。警察和歌手之间有什么联系呢？歌手帮警察抓逃犯，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被称为逃犯克星的著名歌手张学友。逃犯克星，张学友。中国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，叫张学友，因为他唱歌特别好听，所以很多歌迷都叫他歌神。最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，叫逃犯克星，因为最近半年以来，警察利用人脸识别技术，在他的演唱会上一共抓到了55个逃犯。在张学友上一场演唱会开始之前，就有调皮的警察表示，他们已经准备好抓逃犯了。演唱会结束以后，警察真的抓到了9个逃犯。有一些网友开玩笑说，张学友其实是警察，只是一直在假装歌手。还有一些网友说，因为张学友唱歌太好听了，所以逃犯们即使知道可能被抓，也还是会去听他的演唱会。逃犯克星张学友。中国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，叫张学友，因为他唱歌特别好听，所以很多歌迷都叫他歌神。最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，叫逃犯克星，因为最近半年以来，警察利用人脸识别技术，在他的演唱会上一共抓到了55个逃犯。在张学友上一场演唱会开始之前，就有调皮的警察表示，他们已经准备好抓逃犯了。演唱会结束以后，警察真的抓到了9个逃犯。有一些网友开玩笑说，张学友其实是警察，只是一直在假装歌手。还有一些网友说，因为张学友唱歌太好听了，所以逃犯们即使知道可能被抓，也还是会去听他的演唱会。
香港，香港。有名，有名。歌手，歌手。唱歌，唱歌。好听，好听。歌迷，歌迷。神，神。心，心。称号，称号。逃犯，逃犯。克星，克星。警察，警察。演唱会，演唱会。抓，抓。场，场。开始，开始。调皮，调皮。准备，准备。结束，结束。一些，一些。网友，网友。其实，其实。假装，假装。即使，即使。其实，任何人只要违法犯罪，在哪里都有可能被抓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好人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问题。一，你觉得逃犯们为什么会去听演唱会呢？二，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欢迎在评论中告诉我们你的答案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，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们。感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